对，薄一点，大概2公分，因为2-3公分都可以。内层的头发主要是这里，这一段最重要，因为它会最后落在这里。你设定几度？180。就先梳开嘛，然后这样夹住，有张力的去拉它。然后因为很烫，所以要用这个梳子来接住，不然很烫。那、啊、这样就可以了，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、啊、尾巴是不是就好了？嗯。像这样有感觉，我有这样拉你的感觉，它、啊、会痛吗？就是你会觉得这叫张力，这个对对，这叫张力。对，那通常就是这里一定要抓好，一定要很顺、很直直的下来就好，都不要打弯。因为我们夹的时候都会出现夹痕，会有断一下、断一下的夹痕。哦，那是怎么说呢？因为你要多练习。是啊。光着吧。嗯。对呀、啊。光在我们后面。People that want to touch me back have a real conversation without all the attack. You always.